听说用冰块涂脚底板容易尿床。这块大一点。也对啊。哈哈哈哈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我没喝酒啊。那是什么味儿啊？我跟闺蜜喝了两瓶啤酒。啤酒不是酒啊？啊？是牛的是牛吗？啊？傻瓜是瓜吗？蜗牛是牛吗？不是啊。河马是马吗？不是你。熊猫是猫吗？不是我。酱油是油吗？老婆饼里有老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进。老板，我想。给你男朋友一处吧。没有男朋友啊。哎，我不喜欢这么软弱无力的。哎哎，我不喜欢你这样优柔寡断的。你刚刚犹豫了。哎，你别笑。走吧，我妈不让我跟傻子玩。哎。刷不到你就亏大了。Let's kill this love.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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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你家有车吗？法拉利。那你家有房吗？四套别墅，两套大平层。那你家有存款吗？听我爸说有800多万吧。那你家有车吗？劳斯莱斯。你家有房吗？有两栋楼。那你家有存款吗？听我妈说有1亿吧。那你有什么爱好吗？有啊，做梦。你呢？吹牛逼。年轻人，我操！不对呀。你看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就觉得他挺像我前女友的呀。就是我前男友。哎，不是兄弟，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。你告诉我你怎么和他分的手？我们我求你了，我家都要被吃空了，我求你了。所有都被一笔带过。老板，看我的手。手怎么了？最近。手头有点紧。手头有点紧。哎，那你看看我的腿。腿咋的？腿又挺好的。腿咋的？毛都没有。毛都没有。慢点吃吗？哎，美女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相个亲你也能迟到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谈了个500万的项目，给耽搁了。你是做什么大生意的呀？这么有钱？哎呀，也不是什么大生意，刚去买了注彩票，结果没中。学习怒音是个什么体验？失落失望失望走，失落失望失。不是。我就永远也学不会怎么拒绝你。这咋还没起呢？哎，姐，你在玩什么呢？小兔崽子，等我解开你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加油啊，姐！你再滚！小兔崽子，我，小兔崽子，你整我，你整我，你整我，你
你整我，我打我弟弟，我打我姐，我冤妈！笑什么？哎，你们小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父母的双标啊？我在写作业，老妈喊我去吃饭，哎，我立马跑过去，他就跟我讲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你就没有再好好学习。OK， 那我就先做作业了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我等一下再吃啊。哎，那我妈又会讲了，哎，你以为你是大爷吗？吃饭磨磨唧唧，全家人都在等你。OK， round two， 我妈妈上班回来，她很累。OK， 我就要过去跟她讲一些话，聊聊天，想要让她放松一下，感受一下儿子跟她的亲密啊。等她来一个，哎，你走开走开，我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吗？OK， 等我第二次我就不上前说话了，然后他很烦，他肯定很烦很烦躁嘛。哇，那他这次反而这样说了，哎，你这个熊孩，看见我这么累也不让我高兴一下，我是不是白养你啦？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学校考试59分不及格。OK， 老妈就讲了，哎，考试不及格，我花这么多钱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 OK 啦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后来我就好好学习，我考了100分。我老妈看了这个分数嘞，她难以置信，震惊了嘞。你是个玩意，我花钱是让你去作弊的吗？天哪，你到底要我怎样啊？这回你先。干你的哟！好，哎我哎哎，你这啥呀？激光炮！哎哎，你这又啥呀？跑车，跑车走人架，炸！哪个爹教你这么走人架呀？那你别管，快快快下！那我下。将军，这啥玩意儿？别人骑马吗？云长吗？单刀赴会，咔咔的。你这个是吧？还是我的？我见你策反的，拿下了。哥哥，我给你变个魔术呗，特别神奇。你看，在你面前吧，你随便选一点，你抽出去，快。哎，对。记住了吗？来，现在给它放回去，随便放一个地方。啊，我现在呢就是随机倒牌，然后你就喊停就行了。停。嗯，你信不信这个的第一张就是刚才你选的牌？不信。不信呢？你看看第一张。停。咋整的？真喜欢。我去、啊。你再来一遍。我不来，这么热能变一次。来了，大哥。怎么了？你可以帮我搬一下箱子吗？我拿不动。嗯啊，行。在那儿呢，谢谢。老妹儿，你这箱子装啥呀？那是买的东西。你把我门锁上干啥呀，老妹儿？我没拿钥匙。要不那个大哥，你上我家住吧，我家离得挺近的。上你家住干啥？我家这门呢，我就一脚。两脚我就开了，这事儿上你家干啥呀？那我上你家住吧，反正我也没来呀。我与你有何继续这弥补我所有的纪念日记。爸爸那个阿姨好丑啊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小孩不会说话，那个别跟小孩一样的。哎，乔月，嗯，干嘛？你那个能不能把你腿收一下？哦，我腿太长了，我怕伸着啊，桌子会……哎呀，快点的，快点！你说的？嗯。哎，行吧，这样吧。嗯。哎，看，这些车怎么停这儿了？嗯，这不会是刚拿这？这干嘛呀？不会走吧呀？哎干啥呢这？瞅瞅，没听懂。这干嘛呀？哎，真的假的？还能这样？我去，牛逼！还能拉动呢？这女司机就是不一样，烈！哎呀，真挺有劲儿的，还哇！哎呦呦，拉好了，挺好了，你看看人家挺好了呢。嗯，整挺美啊。哎呀，看看挺好。哎呀，庆祝一下，真的。过来，哎，过来了。还瞅咱俩这边。完了吧，看着。宝贝儿，我错了。那你扇你自己一下。够不够？不够响。
够不够？还是不够响。够了吗？妈呀！没完了，不输了。啥不带有？炸弹。对啊。三四五六七，妈赢了，还剩两张牌。这你别笑。我操！我在拔刀，我操！我在占巡游。爸爸，这一题怎么翻译？Are you kidding？ 你是凯蒂吗 ？No， I'm serious。不，我是希尔瑞斯。那这一题怎么翻译？Are you sure? 你是秀儿吗 ？Yes, I'm sure. 是的，我是秀儿。那这个 Made in China 呢？这是麦迪在中国。千万别带男朋友去密室。我看你的小脸。Yes, Mulan. Yes, Mulan.